真如焰相，现教士真如焰相，功德现起疑心，诵吟七地以上四轮之，四轮之印，四轮之印为记，化身轮业印，心化身轮法印，喉受用轮大印，顶大乐轮三昧雅印。这里讲真如焰相啊，讲真如焰相。真如有很多的名称，真如有很多的名称。那么所谓的焰相就是感应啊，感应所出现的，感应所出现的相。功德现起疑心，我们按照这个唯心中所讲的，也就是唯识所讲，那么功德现起于心，因为心是一切，心啊，这个心，我们讲的这个心就是讲事，心跟事是同样的一个字，事就是意识，这个事意识，这个事心就是意识，意识就是，所以万法为事，万法为心，在佛法是这样子讲的。七地以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菩萨一到六地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这个就讲七地以上四轮之印。什么是四轮之印呢？什么叫四轮之印？因为四个轮都是有作用的，印就是它的事业，它的事业，它的功德都叫做印啊，事业跟功德都叫做印的。记轮是化身轮业印，也就是事业。记轮是专门事业，也叫业印，业印，业印啊，专门做事业的。那么事业呢，是代表什么样子呢？我们讲的是结膜也算是事业吧。好，我们讲结膜，梵语的结膜，那个法身轮就是心呢，是属于法身轮，心是属于法身心轮呢、啊。这里讲的心是讲心轮，不是讲那个唯心的心，是法身轮的法印，法印，一切的法来自于心。这个就是业，事业跟法力，法力是由这个心轮所产生的。喉轮是受用，喉轮是受用，你吃东西要经过喉轮，味道也从喉产生出来，喉咙。我们喝水冷暖自知，就是冷的冰的就是受用，甜的酸的苦的都是由喉轮来受用，称为受用轮大印。再来顶轮，这个顶轮快乐产生于哪里？大乐轮三昧雅印，就是顶轮，大乐轮三昧雅印。乐受是从这个顶轮产生的，从顶上产生的，从顶产生的。
然后这个所有的乐，最大的乐当然是在顶轮，最大的乐当然是在顶轮，这叫四轮之印，一个是业印，一个是法印，一个是大印，一个叫三昧呀印。啊，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的。